Hello， 亲爱大家，我们现在是在台北的南港三田共购的车站，然后这边呢是在 A 栋的三楼。那我们这次有搭配的是台北六福万怡酒店，它是在七楼哦，刚好在隔壁栋 B 栋的七楼，上去这个电梯下去之后，在另外一个电梯上去就直接会到酒店了，非常的方便。那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来酒店呢，如果觉得自助餐啊、半自助餐啊，它费用比较高一点点的话呢，晚上你们要吃什么呢？其实这边真的很多可以吃的，不用担心。但是呢，你们问我，我最推荐哪一家呢？这一家，这一家是我超爱的。你们知道我爱吃锅，我说好吃的就一定是好吃，因为我嘴歪歪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一锅，这一小锅，这一小锅，它有分这一锅跟这一小。今天要吃这一小，有这个小字，这一小锅，它是85°C集团的哦，非常棒的一个连锁火锅店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间，我吃过非常多的分店。之前有跟大家介绍的是力宝店国父纪念馆店，那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南港火车站三铁共购的这一小锅里面哦，这一小锅里面哦，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到底要吃什么好吃的，真的太丰富了。好，我们实际给大家看一下这边，你看，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这个哦，海鲜拼盘一定要点198海鲜拼盘。我们看一下198海鲜拼盘吃什么东西，而且最夸张的是它的这个吧台啊的东西都是完全自助，不用再加钱的哦，非常夸张。冰淇淋刚刚整罐的那个啊，鲜奶这样倒下去，冰淇淋它有分原味的，还有综合，还有米德，他们最厉害的那个是冰淇淋是米德的哦，米德的哦。哦，米德的冰淇淋我觉得非常推荐你吃看，他们家的米德超好吃。然后这边还有热的茶，有阿华田啊、杏仁茶，他们家杏仁茶也非常的浓，我也很推荐他们家的杏仁茶，也非常的好喝，热的杏仁茶。再来是无糖的绿茶，这个也很赞哦，不爱吃糖的人绿茶 OK。 再来就是黑面菜的杨桃汁，这个我也觉得非常赞，我也很爱喝他的黑面菜的杨桃汁，还有乌梅啊、白葡萄醋、荔枝。然后再来这个可乐就是大爷喜欢的了，你知道今天重点看过去一半以上是我们团员在里面，我今天邀请了一些团员们一起来吃饭，像这边都是我们团员，这一排都是我们团员哈，那我们团员那个也都是我们团员，都是团员，都是自己人哦，然后这边也都是自己人，打着招呼吧哦，这个非常够义气，非常够义气，够义气，刚骑摩托车过来的，非常够义气，有够有义气的哦，很久没看到了，真的想念呐、啊，太想念我，其实真的我感动到不行，所以一定要加肉，没办法，这看到我就是要胖，没办法，我就是美食，这都自己人，就是要自己，你要知道幸福肥怎么来就这样来的，看到我就是一定要胖，没办法，这都我们自己人，都是自己人，都是团员们哈，没有获到邀请的没关系，跟着我会继续邀请大家。今天呢很多人啊，这边后面也都是我们团员，哎。这个安心雅啦，安心雅，我们今天邀请到安心雅来吃饭。安心雅，嗨，好吃。嗨，板桥的安心雅哈，谢谢大家，安心雅，谢谢喽。好，这都我们团员们，这都团员们。然后重点没讲完，他们家的酱也是一绝，非常的一绝。香辣酱非常推荐，会香，但是不见得很辣哦。所以我非常推荐你们试试看香辣酱。当然是这个卤段那个。俘虏，哎，都叫我谢谢，都是我朋友，哎，都是我们团员，不是啊，都团员，都是认识我的小朋友。然后呢，俘虏酱这个也不错，我觉得香辣酱上面一绝有在卖哦，喜欢吃他们有卖哦，真的有在卖香辣酱，非常好吃的香辣酱，非常推荐。你看，虽然注重卫生，要盖起来。然后这汤头的话呢，自己加汤，自助式的加汤方式，最厉害是白饭吃到饱，吃到撑，看到我就是要胖起来啦，白饭吃到饱，随便你挖白饭哦。哦，再看过来，哎，安心雅坐这一桌啦，安心雅在这里。啊、哦，介绍板桥安心雅，非常的荣幸，今天没有登台作秀，还来吃我的火锅。我们的安心雅在这边。中心凌，啊，那个三重的中心凌，谢谢你今天没有登台作秀，还来吃我的火锅，谢谢，友情赞助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人，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团员们。啊，那一桌，哎，基隆来的好朋友，基隆的。这个是基隆的好朋友们，也都是基隆的哦，都是团员们哦。哦，是啊，是我在直播，谢谢基隆来的，谢谢基隆，很有热情的。哎，李基隆，我跟你讲，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阿楚他们家的来。然后这个是小青，这是我们小青，哎，我们小青是从三重，哎，哪里？
哦，南四角了，南四角来的，南四角来的哈、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来，这个也非常厉害。我们这一锅管它是大锅小锅，它走到哪跟到哪的，非常厉害的，就是跟我一样爱吃锅的哦。我们也是非常热情，管它大锅小锅，它通通都吃过哈、哦。这个是我们自己人，都是自己团友，嗨。然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阿楚，我们的阿楚他们家的呢，吃肉呢，我跟你讲，他很厉害，他们家的自己卖肉的很奇怪，怎么都不会胖呢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呢非常奇怪，哎、啊，我们怎么都自己吃都会胖呢？你到底怎么吃的呢？我跟你讲，他是哈、哦、非常厉害，他们家是卖那个里脊肉非常厉害的，很多团员呢跟他们家订超级好吃的里脊肉，尤其现在快开学了，对不对？里脊肉很好用，早餐呢煎一煎，加个蛋，哈、哦。就是早餐了，真的，他们家郑重推荐阿楚家的里脊肉，没关系，放心，我下礼拜重量，我会做给你们看，我重量了，我重量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煮给你们看，阿楚家里脊肉也会上桌，看大餐排给你看。对，我跟你讲，阿楚家里肉也会上我的我桌，没关系，我们家很多团员卖东西都是自己人，然后全部都是有够赞的价格给团员们哦，我们很多人都是主菜啊，都会叫阿楚的里脊肉就在这边。本人超美的，很奇怪，吃肉都不会胖，是怎么回事？你很过分的你，哎，奇怪了嘞，都不长肉，吃都不长肉，都长到我这边来，真的，哎，他们家自己卖肉的都不长肉，我跟你讲啊，牛排的还没来，我们还有牛排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团员还有卖牛排，牛排的没来，牛排的也都不长肉，很奇怪的。好，我们非常重点是什么？讲那么多，来看一下这边的菜色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好了，看一下这边都是我们自己人，这边也都自己人，都团员，这都团员，哎，这也是团员，嘿，好吃吗？赞的哈。赞啊赞啊，都团圆。这边也都团圆，这边都团圆，这也是团圆，嘿嘿嘿，赞赞，好不好吃？有没有加菜？加菜了哈、啊。看到我就要加菜，都要肥起来的。看到我就肥了。看一下，我刚刚跟他讲海鲜在那边，海鲜你加，青菜你加哈，这青菜。如果一般来讲你不吃菜盘的人，也可以换肉盘，他们菜盘可以换肉盘，但是他们家菜盘真的很丰富，推荐给你们，很丰富的菜盘哦。重点是什么呢？哦，加西洋198的海鲜这么丰富，198看一下，这个是198的海鲜，这么大只的虾子，看一下，我的手都还比它小了，这么大只的虾子，看一下，海鲜五拼才198，那像我们家爱吃肉的，看一下，他们家鸭血非常棒，鸭血也非常棒哈，非常推荐鸭血。这样一份，哎、欸，60，鸭血60一份，这样子非常推荐鸭血。那像我们点的是最经典的石头锅，经典的石头锅非常香。那有人喜欢吃辣的，它也有麻辣的，但是他们家的麻辣就是那个这一锅那个同样的汤底，非常赞的麻辣汤底，它是会辣，但不是会太麻，超级香。那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老母，那个老火汤，老火汤那个也非常推荐，非常赞。那像肉盘的话，就是肉盘。重点是什么？我们还有加料，我们加了肉。那像那个是鸡腿，我点的是鸡腿。他们这样子的话呢，真的是一锅200多块，200多块而已哦，一锅这样子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200多块。那像这个这样真的丰富，198而已，才198。重点是刚那一整排，那一整排什么冰啦、啊，看你要吃冰要白饭啦、啊、吼，然后饮料全部都是喝到饱的，白饭吃到饱。这样才200多块，200多块不到300块就可以吃到这么丰富的了，超夸张的。重点是有好康的，哎，等我通知你们哦。我们社团常常放好康出去哦，我们常常放加肉一盘，就是这样加一盘肉。我们社团像今天跟我来的，全部都有加到肉。今天跟我走的，全部每一锅，不是一桌，是每一锅，每一锅就是这样加肉，这加来的加肉。哦，这都是加肉，每一锅都加一盘肉给大家，我们再送肉给大家，而且可以送牛、猪、海鲜也可以，都可以送。好、哦，我们今天都有加码送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加码送的东西有被送吗？有送了，有送了哈、哦，送蛤蜊这个送的吗？有送哈、哦，是送蛤蜊嘛？鸡肉也是送的，蛤蜊也是送的，有没有听到？有嘛？作证有没有送？乌啦乌啦乌桑哦，你看蛤蜊这个送的哦，送蛤蜊哦，送蛤蜊送鸡肉可以任选，不吃肉的人也可以送海鲜这样子。啊，有没有送的？有没有到？有没有送？有没有送？送肉啊，到了没？有嘛？加进去嘛？有加嘛？要记得啊，那个也是送的，还点的，送的哦，偶尔这个刚好就我拍一下，非常好。你看我说海鲜必点，他们也有点，那这个也是送的哦。这个送的，对，这个超值的那个。送，那这个是必点的，198，你们不点会后悔，198真的一定要点，它的海鲜198真的很划算。超值198，一定要点这一个。你们看，大家每一桌都有一盘，
每一桌都一定要这个超值的，一定要点必点的海鲜哦。OK OK，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南港哦火车站的共购的这一小锅做介绍喽。那什么好康呢？我们密切的追踪下去，我们要给你们放好康，给你们放好康，非常推荐在这边吃他们这一小锅。它是全台湾都有连锁的店。那这次呢，我们介绍给大家是因为它就在酒店的旁边。我们这次配合的是万怡酒店，就在它的旁边隔壁栋而已哦。所以呢，如果呢觉得酒店呢，不要吃那么饱呢，就来吃这一小锅，200多块，这么丰富的这一小锅，推荐给你们大家喽。饮料喝到饱哈，饮料要把冰淇淋吃到饱，白饭也是吃到饱哦。哦，好朋友又来，好朋友又来，这个最友情，友情真的你很够义气，不要再折了，麦克折啊。这个夸张，出去环岛这个来，这个是铁粉，出去环岛一个礼拜咯，结果回来马上家里都还没进去，就马上冲来这边，从嘉义，我们这从嘉义乐意直接冲，又冲来我这边了，厉害了吧？真的很够意思哈，算你够意思，真的，全部是铁粉，这个铁粉真的很谢谢大家。你看我爸妈也来了，我妹也来，这也是都是我们自己人哦。哦，我家我后后家不？哦，赞呐，好吃啊，吃都吃不完，真的必点。哦，太多了，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，你看一下那个海鲜拼盘，看一下。这个198的呢，是真的，我真的非常推，急推超推，每一桌真的要必点这个198的海鲜拼盘，绝对要点，真的。哦，就像我们这样点法就对了，每一锅200多块，再加个海鲜拼盘，超级丰富的，真的会吃到肚子变很大。好，哦，跟着我们就走幸福肥，真的会幸福肥啦，超推荐给大家咯。OK， 说那么多，我买回来吃饭啊啦，太香了哦，赞吧，肉多吃一点，要长高，多吃一点哦。哦，多长高多吃一点啦，哦 ，OK， 好啦，那我们推荐完毕啦，安心雅跟大家再见吧，安心雅，被抓来，板桥安心雅要跟大家说再见，他今天没有去登台作秀，哦，特地来吃我的晚餐，火锅晚餐，进来，你麦克比亚啦，三重帮的看什么，三重帮的好朋友，他不敢见人，哎，怕被抓到。好啦，那我来吃我这一桌的美味的这一小锅咯。哦，你们有空的话呢，也可以过来南港火车站这边吃，然后国父纪念馆那边也有一个点，然后在力宝里面也有我们的点哦。力宝里面只要说是我们社团的话，就加菜给大家咯。记得力宝那边只要说是我的名字，拿我的名片，哦，秀出我的名片，有没有荧幕给他们看，给他看社团的画面，或是给他看名片，我们就会加料给大家看我的名片，或是看我们的社团画面，就会加料咯。 OK OK 哈，赶快来吃好料的咯，拜拜拜拜。